弟，真正是足感谢你一路上安尼，按我同齐昌明陪我到今麦，稍微啊有一点仔成就安尼。我感觉这些人，我用什么拢无多通来表示讲我感激你的心，还是讲报答你安尼啦。希望咱后世人，赶快能继续做兄弟，感谢你。出道多年的袁小迪，曾入围第十八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，总是唱出歌中沧桑感。他起伏的人生故事，即将在节目中与您分享。袁小迪，袁大哥你好！是是是，哇，小迪唱这段歌哈，赞呐！这种开口，这样足合伊的个性。对啊，因为看小迪，我永远看伊就是，刚才拄啊出道无外久啊，你嘿啊。应该干嘛？应该嘛是无外久啊。你差跟我出道差不多吧？我27年，你有遐久哦？我看会出来。我郭哥也是，我超酷。其实我那出唱片啊，出唱片我是按差不多嘛是25年有啊。哦，出唱片。啊，那唱歌嘞？啊，那唱歌已经唱超过30年。干部哦，超过啊！有嘞，我18岁都。17岁的我靠在驻唱，17岁高一的时候，17岁啊，差不多。高我嘛是关超的，16、17岁高中生啦，哈，17岁啊就出道啊。哦，哪一元大哥你是到底是安那出道的？哎呀呀，伊那时阵啊，16、17岁啊，阵啊，高一啊，去报名歌唱比赛，啊，人问讲，哎，小朋友你要唱啥呢？啊，阵啊，有一个指定歌曲啦，啊个一个自选曲。自选。我给记得啊，指定歌曲我来唱一个《蓝天白云》啦，就爱唱一个。蓝白的天，白白的。自选曲我记得，有个陌生的女孩。啊，阵啊，叫于大哥就先，有个陌生的女孩。我这些话讲遐久，一个陌生的女孩。你是都是在刮毛呀？苦，还没细长你家了。啊喽，丢啊！立马要猛轰于大哥。我的声音其实厚厚，那个时候小时候，我那个时候唱歌唱最多的歌就是于大哥。啊，我讲到我那个歌唱比赛，就去用老的在台北，不要在高雄，那个高雄呀，在驻唱。啊，不要是因为是我爸爸的好朋友啊，去找我爸爸啊，听我在唱歌安尼啦。哎，讲啊，该要唱歌都要来台北发展啦，哦，台北南部机会较济啦，台北。啊，所以就来台北，所以我连高中都没有毕业，我18岁我就来台北在驻唱。哦，台北的西餐厅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哎呀，哎，袁小迪不是你的本名嘛？哈，不是，不是哦，不是，我的本名是黄飞鸿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一说那我出得啊，就晓得黄飞鸿怕点那是那边拍的。我本名叫黄文宏，差一个字啊。哦，黄文宏对吧？啊，其实咯，有想过这个艺名，因为迄阵啊，红龙红啦，还是什么，足侪拢足红的。龙红，你为红开始就对了。嘿，啊，其实我这个袁小迪这艺名是迄个，就唱片公司帮我号这个艺名。啊，就是算蛮较亲切啦，哈。阮小迪，跟他咧，所以给别人看有。多开心心咯，诶，我会记你阵啊，小刘哥哥还是阿准啊，反正啊，你号袂红啦，拢因为这两个小弟。哦。诶，我即马听说，诶，我即马这个年纪哈。我定了做两个小弟嘛，嘛是袂老的，真好嘞，那激动我过。不过对在你讲，你拢伫餐厅驻唱嘛，啊，现在有机会出唱片，出唱片做歌星。哦，这是啊，搁一段足长的时间，足长的时间，嗯，因为我都来是西餐驻唱，啊，别因为哈，就是在底下做兵时嘛，是底下艺工队啦，啊，就是因为你知道台视歌唱名人排行榜啊，就有名啊，康德、康烈大哥啦，很容易喊出来，很多都是从那个比赛，啊，我是同不会记的，后来人家就介绍我跟骆明道老师认识啊，那骆明道老师他是专门写华语歌吧，康赛伊龙写国语的啊，国语的，哦，小李琼，有啊，啊，伊甲我训练一年的时间哦，就帮我出那个。个人专辑哦，国语的吗？没有，闽南语歌。哦，所以我讲哦，这样，今天我爱感谢一个人啊，因为这个人哦，像我较早多来台北的时候，伊就介绍我跟我这个结拜大兄做林俊彦，伊较早做林峰哦，都介熟悉了。跟他认识了以后哦，哎，伊就林峰、林俊彦介绍我做这西餐厅，让我再驻唱。然后后来我要讲的是感谢这个人，就是谢磊谢大哥。哦，谢大哥哈。谢大哥，他一生，咱这我后辈的足侪人拢好出啊，我算其中一个。其实我咧讲，阿强哦，谢咧吼，
伊扛过足侪新人诶，卖讲啥，卖干那伊呢，我嘛伊看出来，啥你也看，我有拜托诶，哇，诶，特别来的歌手啦、明星啦，拢是你甲看噶，即卖有人甲你看，我咧讲嘿，迄阵哦，我当十诶，较无满17岁呢，16岁我伫新德比赛，伊做评审呢，伊那无法摕到冠军哦，今仔也无我一天啦，嘿，哇，谢刘大哥在我们演艺圈的分量真的是，开玩笑，你看。老实讲，伊甲看出来，其实我唔八甲感谢过，真正。您的个性拢安尼吼，其实已经甲谢雷大哥嘛常常咧接受，可是若讲到这款代志，您都无可能直接甲您心内话讲出。讲出来吼，但是个性拢安尼吼。但是我有甲讲过。你捌甲讲过？我讲啊，我嘛伫带出来安尼。哎呀，阿姨嘛知啊，伊也知伊会记诶。所以人一生当中哦，要成功爱有贵人，蛮有贵人，当然家里要有才华啦。那边生个，伦敦生个，生过两个人生当中诶贵人之一啦，真的是贵人。你真正唔捌甲讲过感谢？感谢呢？我常常会带哥哥讲啊，哥哥对山顶遮有大作战诶，土鸡啊啥啦，还是泡的，还是喝起来物件，我他现在真的是享受人生了。是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哎呀，当然啦，不然就这个机会，感谢大哥，感谢这里，好不？好，哎，我真正唔慢啦，感恩感恩，呵，感恩。谢哥真的是很谢谢你这几十年来对小迪的爱护与照顾。顶刚咱两个那个做位泡泡球，我袂去甲你搞啊！真的，谢谢贵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感谢，感谢。啊，讲话别淡姐了。啊！哇，兄弟之情。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尊敬的一个前辈。我那要唱歌的时候，我应该嘛是有谢雷看架出来。你不讲年代啦，拜托你不是这个时代啊。谢大哥，你刚过去第一遍你听到伊唱歌。没啦，我感觉讲，以前唱国语的，不是唱台语的。对啊，以前那主唱那叫李凤瓜跟古瓜。李凤瓜，那我就感觉这个囡仔真，怎么讲呢？你讲伊唱啊足好，也不晓得从何说起。但是他就拼了，音色还不错。不是他很拼，一唱歌那种，哎，他以前跟他摇跳啊，对，又唱又跳，又唱又跳。以前啊，我在义工队是跳，然后以前都唱了一些刘文正啊，对了对了，他们的快歌。你习惯很狂，可唱还跟他没啥哈嘞。我很难想象哎，这是刘烨、高凌风、刘文正跟唯一抒情歌手于大哥。跟谢哥啊，然后他那个时候他们的快歌很流行啊，而且我长一回呢，所以会比较喜欢这类型的歌曲。他那个时候很瘦，身材很好，跳得不错了，啊，现在唱台语歌的变了，哇，变个安尼基，是啊是啊，下下唔啷啦，下期再公开啦，无啦，林刚啊，有在咱的节目过哈，林多顶出江湖，吹不滚啊，顶出江湖个顶球，这个歌手，这个你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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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么雄雄嘛。嘛叫我调嘛，对不对？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咱来尬一下，合作签，切磋一下，一大片尬，让我出干净的问题。我没空。我这个是也不会跳。哦，尬尬，拢尬唔知尬位。今天刚才不要跳舞了，今天刚才不要跳。没空。啊，你安出国到这阵哦，我那神个生活，你就看听，拄好听你安尼讲，安尼按一路来拢拄着阿强这款人。你是作顺的，敢不是？你啊，顺顺利利啊，吃好食。生活些困难吼，但是我嘛是有迄个艰苦过的时阵。是啊。哎，这真的是足少在迄个电视上啊，跟咱的迄个好朋友分享啦，分享一下呢。出来在做歌手的时阵，我真的是足节省的，因为想讲爸爸妈妈足辛苦啊呢，所以我只有甲赚的钱拢是寄出，我出来使用。对啊，你应用出来啊，就是有赚钱啊，对不对？你就应该把爸爸妈妈甲接起来啊。无，我爸爸妈妈伊较即卖先哦，我爸爸阿哥住伫南部台南，我那算我那鱼，我那算一个祖产嘛，祖产留落安尼。啊，伊拢住伫遐，所以伊唔捌足少离开故乡啊，因为从我国中毕业遐，伊那场大病以后吼，伊就唔捌唔捌去做工课，啊嘛，喊你出来，因为即摆我爸爸目睭是无看啊。然后之前啊，佮有一个有他的行动也是有一点不便。阿妈妈滴嘛吼，我妈妈是伫个差不多六年外前啊，过身去啊，她是
肝病啊，肝癌过世。我迄个专辑内底有收过做《乌卡上》，前迄个时间基本我拢不敢去碰触这一类型的歌曲。大概像大概拢会想到妈妈，那不是因为我妈妈，我讲呢，有一段时间哦，迄个时阵我就是有一段时间我都无唱歌，就是感觉啊去做生意失败啊，啊个。个个个，我妈妈诶，祖产呢就去贷款安尼，就贷款啦。啊，妈妈伊就反正啊，这个囡仔是有要紧无安尼吼。啊，来，伊知影我个性，会当这个家己开嘴啊，已经是可能是很严重的安尼，伊就我才会家开嘴啊，所以，啊，伊就为我代志安尼烦恼安尼，所以就心破病啦。所以妈妈生我那足疼你个啦。伊足疼我，真啊。从宿舍来时啦，我讲阮家有四个兄弟，就我啦甲因冤家哈，反正都因拢唔对对啦，我都无唔对，我是蛮阿囝，蛮阿囝，我吃母奶吃到八岁，上听对吧？八岁读小学，小学阮家在离小学一边啊，个草草凳厝啊，那个老林伯去输两嘴啊，所以我妈妈足疼我，啊，所以怎么说呢？我到即摆时阵，我真啊足遗憾，咪讲到现在，我现在。在外口拍拼，安尼啊，较经济上有较好势啊，啊无机会人家友好孝顺伊安尼，所以这是我觉得我这辈子蛮遗憾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感觉讲，咱只好朋友真正有机会啊，是大人阿弟的，真正是爱啊，有时间那个只拿正该见一面，安尼陪因一面，其实陪他们呢，比你买什么好东西送他们还要好了。对对对对，哎呀，进前。你刚才有一个歌，对你来讲意义蛮大的，就是《公园的母》啊。这是哦，大哥，你唱这首歌叫《怀念妈妈》。这首歌，像我囡仔时，因为迄阵啊，我本来台北唱歌时，我妈妈坐火车，坐陪我坐八点钟迄阵啊，还没有高速公路了。你看我故事，啊，坐火车坐，靠来到台北安尼吼，然后他就，伊嘛就唔敢讲，搞一个囡仔放伊啊，伊就去等安尼。说大概那去了去过，就会想到我妈妈就心内的感慨的对了。对，是每次呢，因为我感觉过了六年多，应该是我都让他释怀，结果我还是会有一点点不舍。你是真的觉得你有遗憾？弟弟感慨的时候，妈妈对你感慨。我感觉现在其实。我妈妈因为伊身体足好，伊来向，伊也比讲，小人生活无正常来讲，有啉烧酒啊啥那样，就得了一个肝癌这样子。那后来我感觉应该是退化，但是担心嘛，暗时也无好啊困，没有好好的休养休息。我觉得他这辈子应该最爱的人应该是我，所以伊也较担心我，但是迄段时间哦，这段时间实在是。我家己嘛唔知道我是咧创啥安尼啦，就安尼不低不高安尼啦，然后做一寡。小弟啊，我咧讲你唔免去怪家己啊。妈妈虽然过身去啊，但伊伫天顶有知影，你的心伊知影，你听啊，唔免定定去怪。哎，有讲人啊，生死由命啦，你听。卖去家己怪家己，迄较袂艰苦，你听。对我咧讲，怀念妈妈。对来讲，伊嘛，你要当场唱好听看嘛。我相信你若唱，伊就天天嘛是伫听。我唔知我唱完无，我来试看卖，尽量试看卖好。好，哇，好感动！一首歌道尽了你对妈妈的爱，我拢感受到。然后弟弟讲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其实拢祝好好诶，只是讲妈妈伫咧时阵。那那哄坑收为郎，就是哎，真的要好好的孝顺，多陪他们。我想我应该是起码靠我多让他释怀，所以都要咧求真相不好。我咧妈妈，我真相是愈老愈勇敢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做人，就好好拍拼。你拄啊，跟他秘书跟他倾诉我的心声，赶快，我刚才伫边啊听，我咪目屎咁咪滴落。因为妈妈玩了贵姓十年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干嘛维护友好？所以真的，阿个有真济不做的代志啦，是啊，感觉很就无遗憾。一旦出去啊，到处去玩，对啊，世界佚佗啊，所以就。可是
小迪哥，你拄好有讲着讲，迄个时阵你咧艰苦的时阵，妈妈提地气，嗯，提你借钱甲你渡过难关。迄个时阵你到底是发生什么？其实不是渡过难关，生意都要失败时阵，要起来台北的时阵，其实厝的吼，这个面也是拢空空的，嗯，所以嘛是爱。勉强安尼哈，甲贫富啊，佮借一寡卸掉钱啊，安尼租一间厝，一个月一万多块，在南部嘛，因为你也规拢出来台北开销，比较多，就在带他们给他们住在南部，然后还好是因为我的丈母娘啊，阿哥因咧一寡，因咧小妹拢住伫厝边尔，所以会当互相照顾。啊，我来台北，我请客来台北时阵，其实嘛无一人啊租厝，还好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吴明辉，阿辉啊，我能叫辉哥啊。喜欢这些人，真正嘛是中妈急出战的。我感觉伊对我也是安尼啦，无怨无悔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伊就带了引导啦。啊，引导因年伊是咧做迄个发会，迄个土卡场，迄个发会，互人来引导听过，听过出去卖安尼。所以，我那伊啊是可能又少了一间的房间，会当可以使用安尼。别伊遇到我吼，引导老家租一间厝，做公司安尼。啊，现在盖一间房间，互我带哩啊。啊，因。我真的也很感谢因某吼，因某是其他其中为着我叫，其他几乎是叫三顿，你啊，煮三顿，穿三顿，哪边的录音时拢是辉哥吼，安尼在我来电视台，兼书记啊，你在你，兼做我的助理及书记，无怨无悔啊呢。然后他还问讲，兄弟，伊拢叫我兄弟，我两个真正像个亲兄弟啊。讲，恁那伫一处注册。有问题无？生活有问题。他虽然不是很大的经济这样安尼水平，但我觉得这种人情啊，比金钱个他难得。我真的很感谢那个时间呢，都是辉哥吴明辉，他因为其实他最了解我的情形。然后所以他很怕我想不开。然后心情不好，所以他就会买一些好酒的，兄弟，咱两个倒一下，买许好酒，真的是患难患，真的见真情，真的是决战做妈姐。你敢不会记得你两个像那些噻？是安怎也对你这样好？其实我两个呀，其实也是在酒厂认识的。以前我台中有一些朋友，我就那台中联美威奇在那做秀啊，有去啊做一段时间。啊，现在辉哥一带就会做行李，然后在酒厂认识，然后他也是台南人，我是台南人，我们一见如故啊，就喝啤酒都是港兄阿哥，我为人是港兄嘛，港兄所以介绍的人就看到就好像上辈子他就欠我这样子，就我爱你东北出来，他的爱我哈，这超喜欢妈妈，真正哎能够用爱来形容呢，他。一家里可能因厝因囝就伊食苦一块，伊袂当看我食苦。所以那种朋友，你看有那么好的兄弟，真的是足难得。你好气啊！你敢北当面甲阿辉哥讲，歹势啊兄弟，甲你执着迄个句安尼。这话哈，其实我一定会讲，因为是伊嘛，真的是安尼。但是因为伊刚刚讲啊，他现在没讲迄啦，啊，其实也没有好，真的是有一次，真的我荷花改干。我以后变那个报答一下，我的人不会讲这些话，因为讲不出来，真的是讲不出来。两位讲，你今天搞我动作辉哥了，看你安怎讲啊？这个表示一下，讲出心来。我的上播上播对不对？电视机已经伊会听到啊，对不对？其实有一句话讲出来，你感受无同款。无同款啊，系啊。你啊动作我是辉哥啊，咱两个交情肯定够啊。我这对来讲非常困难。好，我讲对头前讲。辉哥，我拢叫兄弟的啦，兄弟，真正是足感谢你一路上安尼，按我同其他人陪我到今麦，稍微啊有一点仔成就安尼。我感觉这些人我用什么拢无多通来表示讲我感激你的心，还是讲报答你安尼啦。希望咱后世人赶快能继续做兄弟，感谢你。跟你讲一件代志，其实你都要讲话，伊拢有听，伊很听啦。我还有来，你有空吗？有来吗？本来有当时还变人啊。好了，你也拍谁哦？我现在我们两个哈，我两个家伙啊，我现在唔捌
那么讲个就是正正亲民心态，对了对了，实在是是是。安怎？我就拍谁？拍谁地方？拍谁？个性嘛是中意啊呢。哎，伊那滴很牛。你讲会出来？赶快嘛，是讲会出来。这是真是心态喂。这款哦，这款是心，真心的喂，真心的喂，应该是会啦，会啊。无。那个请出来好。目睭开了看。快一到这个心率，真正我来个很真的给来，亲爱的，那我们倒数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欢迎神秘嘉宾，掌声欢迎威哥。真正好兄弟啦，真正哎，假辛苦，从来都没有看过小迪哥，也金属叫你给动，雄心辉哥的也是某中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。弟兄艰苦时阵，你个到三讲，你讲三也艰苦啦，在，伊当阵是过，当艰苦的时喏，过来台北，朋友。有一个厝借大，后伫咱上山区，但是大个一阵，我也看也无电，也无水，有一栋无一栋。我也问讲，啊，他下晡时啊，我三四点、三四点去找，兄弟啊，你有食饭无？伊讲阿未，啊你阿未食无？你平常时拢食啥？讲啊，我也有隔壁牛杂汤，也有了食一碗，也无了真爽。讲安边那会使？佮一家去遐看。阿伯也使去你兜坐坐，袂讲好啊起来啊，坐到暗来，厝阿伯电阿伯水，人家讲阿伯啉一杯，讲点辣椒，哇，矿泉水阿伯，实在吼真艰苦。尾后我看讲，安尼嘛唔是，办法。来阮兜，无我逐工也在，在头半年，逐工了中昼过，我就去阿在，所以等下阮兜食。我阿伯无讲啊，迄足好个朋友，足好个兄弟。啊，看伊安尼，逐天起来通过，啊，无钱通去坐车，通过真敢那真少嘛，无话这八大啦，所有专线都起来做一个通过，千几块尔嘛，啊，佮坐一个车都等于讲，一三五零，根本都无搞，宣传，啊，你八大，佮坐等于屏东，啊，佮要来，我爱坐这个车，有当时啊，我有这个，唔来唔来谈讲啊，唔谈讲，我拄好有这个手册。真正所说，我兄弟，你来用我的，我拍给你，我半票，你用半票，安尼佫较俗。要买啦，无我坐就游览车落啦。等下到遐买够，半票佫较俗。真可怜。辉哥都无讲，我拢看袂出来，小弟哥有遮尔啊艰苦的一段时间呢。有一段，无一段。尾啊，我会讲啊，创一个公司。哦啊，互人保护啊，边有一个房间啊，许多，大家兄弟会当互相小照顾安尼，是安尼。辉哥，迄当阵看袁小弟安尼，拢无在演艺圈咧唱歌，你也感觉足可惜，伊个歌声。都是早期的歌声。有一段时间我无唱歌的时，其实辉哥有去南部找过我，伊嘛一直甲我讲，哎呀，麦克你在做这啦，你都当唱你的歌。其实那个时候。是我那一段时间自己迷失了，我家里家在创伤啊。辉哥，你是看在多一点？感觉小弟哥特别有你有你缘，你想要个倒三工？因为你知影穿一件房间好大，迄不是一工两工的代志，迄是爱一段时间。我家里的太太咧煮三顿，为家里的兄弟，迄就无简单的呢。你是看在多一点？我是看小弟安公实在嘛是真可以。啊，真认真一个敢食苦的人，起来台北也无电也无水，有一顿无一顿都唔敢人讲，遐也无我亲身看到的，我嘛唔知影。但是我感觉伊这个囡仔一定会成功，甲我两个你也看，比亲兄弟佫较亲兄弟，这个面也袂讲也袂讲。真正的呢。伊吼，我两个也出门，我再出去通过。当我无妈咪，大家拢等伊
哎呀，恁翁吼，甲这个小弟要紧无？去买门看卖啊！伊都叫我哈多讲，我就爱辉哥，真的是不可能啦！啊，伊两个是小弟嘛，讲啊，无是对一个是公的，对一个母。迄就是比家己亲兄弟搁较亲啦。迄个缘分实在有当时我唔知要哪讲，就是迄个缘，对不？不过我咧讲，起码这社会要像辉哥这款有实在亲人这款，起码诶，真够气这款人啊！上面嘛，我跟阿爷对小弟呢，我也看伊对妈妈、爸爸足友好，非常友好，非常友好。就说我看伊拄啊开始做团购的豪记这段时间。一男伊拄啊出去外口咧做暗会，用用卡电话，因厝的卡电话来讲啊，因妈妈肝癌，伊安尼伫车内，伫咧现场无法度通好，去做接驳了。但是伊嘛是继续做家属，一只车开了变当个到厝看看老伙，看老婆，而且看到足甘心的，真的。我知影阿小弟真啊友好。这个应定灵工啊，天无伊成功安尼嘛，对哇，对哇，对哇，讲袂过，真友好，佮真认真，是安尼。所以以我这个兄弟对安尼应该是 OK 啦，应该应定的。什么 OK 呢？诶，应该是。我讲一世人哦，你都要讲一世人永远的当纪念心肝来，嘿呀。好朋友就是互相扶持。嗯。在你小细节时阵。出现一个这么好的兄弟，好好珍惜。嗯，这是小弟，小弟哥，这是你的福气，真的。是，是啊，这我啊，真感谢，因为我人生过程当中哦，虽然是安尼起起落落、浮浮沉沉嘛，嗯，但是我真的是还蛮幸运的，足多贵人吼，在我边啊甲斗相共。嗯，啊，较早少年较懵懂，唔捌代志啊。哎，人讲，敢那不是跪在拖啊？呢，人咧讲拢唔听啦，跪咧看到口口对啊，啊，所以。所以真的是是，所以这款金牌朋友加高贵啊，对哦，是啊，啊不是讲我当时要点点啊会嘛，就拍车，拍车啦，我讲没有，这下是是啊，一旦今日去伫台北市哦，安尼等来安尼心里失败，真的是当时阮辉哥一个人安尼安尼从头辅佐我，啊伊真的是无怨无悔啊，嘛无目的，无咧要求啥，哎，所以讲你要打找几撮人兄弟朋友，其实亲兄弟可能也不。不见得，也不会这样子，哎呀，真正哎呀，我希望讲哦，即卖社会哦，希望加出一寡即款辉哥即款人啦，哎呀，对不对？有需要斗三工的，对嘛？甲斗三工。在场都有三个啊。于大哥嘛是即款人。不要，我比不上，哎呀。